有吗？有看到吗？哥哥在哪里？哥哥来了。他刚刚说要帮你吹的，接到了之后怎么就不要了？怎么？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帮哥哥吹，要抱抱是不是？要抱抱是吗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帮哥哥吹，怎么接到了之后不吹哥哥了，还去拍哥哥去打哥哥？怎么不要了？哎、欸，不可以，过来这边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好，拿好，好。为了不让你丢。爸爸呢？彤彤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吵。你现在一拿，你现在一放开，它就丢了。不会，不要丢，不要丢，你不丢，好，你不丢，彤彤不丢，彤彤拿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刚刚不是还是说要吹哥哥，帮哥哥凉凉的？假的，那爸爸不会讲实话。你讲不出口是不是？好吧，你还好吗？今天？还好。好，牵手。那、哦、我先不拍了，跟预想的不一样。预想本来弟弟在那边等，就说然后跟哥哥一起吹电风扇的说，接到了怎么办？怎么就变成这样子？他不可能会主动吹。